秋萍，秋芳姐，来来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我倒掉你吼，别麻烦啦。别啦，那也麻烦。秋萍啊，我等你等足久的安尼。哦，咱足久无见面啦。来来来，别啦，请用坐。多谢。别。秋芳姐，迄阵全不知是安怎，伊特别跟我交代，叫我来恁家卖给三太知影。你敢知影是啥物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影，啊！伫个电话中哦，伊讲话安尼神神秘秘，我咧想讲哦，应该有代志要甲咱参详啊。最近过得好无？啊，我最近就安尼啊。我听郑群跟我讲啦，伊讲，这梁上好的迄个音乐盒，你留伫个伊出意外的所在。刘平，其实这梁过身遐尼久啊，你嘛应该要放下，好好过家己的日子。多谢你的关心啊。不过，志龙对我来讲，是一世人拢无可能放袂记的人啊。不过我最近嘛有想过啦，我家己行袂出来，嘛莫让我身躯边的人受到影响啊。所以，我才会决定把迄个音乐盒留伫迄个所在陪志龙，安尼对三太嘛较公平啦，吼。代志啊，阿平，看你阿娘，我是真不甘的。哎呦，阮志良哦，我也无福气，连顾尚武，连替伊留一个囡仔，这郑群哦，跟志良生出一模一样。对奶奶讲，对上大爱。是啊，我只要看到郑群哦，我心内可都放袂下。妈，阿公，来啊哈！工人能够来，坐坐坐坐。好，大家。郑群。他叫我来这，阁袂用让三太知影，到底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敢是甲成功有关系？不是，其实哦，我有一件好消息要甲你讲哦。啥物好消息啦？我两个人准备要结婚啦。好真实嘞！好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邱艺玲哦，我真正想袂到，我会当甲我的亲生后生相依，搁会当看到我的后生娶新妇，我真正感谢天公伯对我遐尔疼惜。能娶小飞做新妇哦，我相信志良，伊在天界里一定足欢喜的。家里，哎呀，伊对小飞还是放袂入心。伊若知伊要结婚，应该真艰苦。对啦，啊，恁两个结婚日子敢定好啊？啊，袂呢？迄结婚日子要赶紧看好啊，看好日子啊。妈妈就期待恁的婚礼哦。我这做人阿哥哟。哦，我妈用头壳认真想看卖，看怎要甲恁的婚礼哦办得轻盈阁热闹。多谢如萍阿姨，多谢秋芳阿姨。多谢妈，多谢阿公。妈，阿公，恁阿姨哦，听到备婚礼，我才足欢喜的。
是讲我是无希望看到尤三太来参加阮的婚礼哦。恭喜你呢！都成功。